哦，如果你需要膝盖垫下毛巾，或者是把瑜伽垫折厚的话，我们需要跪姿。所以，我们把好来吧，手把我们的手啊，先放在肩膀正下方。可以哈，看得清楚哈。可以，好，好。手腕有没有问题？我们先绕一绕手腕，感觉一下手腕有没有酸酸痛痛，或者是不舒服，感觉好像有点受伤的感觉，有吗？没有，可以哈。好，感觉一下我们整个手扎地板，然后让手肘放松，所以手肘不让它锁住。让它松松的，好，然后让它往内旋，让手肘窝互相面对，推着地板之后，把肩胛骨推开，肚子往内收，可以哦，到这里，可以，好，脊椎一样往前拉直，保持呼吸，脚球踩地板，准备好吸一口气。我们吐气的时候，把膝盖提起来到脚踝的高度就好。再一次哦，吸一口气，对，吐气的时候把膝盖提起来到脚踝的高度，好，尽量让你的肚子跟核心去工作，而不是用手哦。吼，对，很好，大腿夹在一起，yes，很好，保持呼吸，三个呼吸就好了，三，不要憋气哦。第二个吸气，慢慢把气吐光。最后一个呼吸，很好，吐气，来膝盖下，好，屁股往后坐，稍微放松。好，应该会感觉腿比较酸，对吗？对，好，再一次哦，来试试看，肚子收起来，肩胛骨推开。好，脚球点地板，吸一口气又收紧肚子，尾骨往内卷，吐气的时候把膝盖往上提，停留一下哦，我们停三个呼吸，肩胛骨持续推开，让我们的手掌可以推到地板，收好肚子，把肚子往上提起来，大腿感觉膝盖在互相靠近，最后一个吸气了，来慢慢吐气往下放，很好。好好，这次我们要感觉一下我们的平衡。来把你的左脚啊，两个膝盖都在地板，收好肚子，脊椎延伸，把左脚往后送，左脚往后延展。好，左右两边感觉一下，让他们都平均施力，手肘放松哦，肩膀也放松，让肩胛骨远离中线推开。好，试试看，让你的右手轻轻点着地板。对，很好。可以的话，够稳定的话，才慢慢慢慢把它延伸。很好，肚子收好，胸口再打开，吸口气。吐气的时候，我们把手肘跟膝盖收到肚子，把背向上推，眼睛看地板。吸气，前后推出去。很好，前后推出去的时候，记得你的后面的脚的脚板让它压着，或者你把它回勾都可以。那我们就是要让整条腿还有我们的整只手都启动，所以力量在指尖、脚趾尖、手指尖前后延伸，肚子记得收哈，不然我们的背会往下凹，所以收好肚子，脊椎拉开，吐气收膝盖。到手肘，吸气，前后延伸，很好。最后一次，收好肚子哦，让脊椎平平的，很好。吐，膝盖找手肘，把气慢慢吐光。好，下一个吸气落地，回到地板。好，屁股往后坐，甩一下手。这边还好吗？可以哈。好，我们要换边了哈。
换你的右手，右脚，就是换边，我们俩换边。好，收好肚子，保持我们的脊椎延展，不管待会发生什么事。好，我们的脊椎在这里已经延展，收紧肚子，肩胛骨推开，吸口气，把你的右脚往后退，右脚延展，脚板压或者是勾脚板，再一次收紧肚子。好，慢慢把你的左手点着地板，你可以做一个帐篷，点在地板上。先感觉左右的平衡，好，你的骨盆平行地板，肩膀平行地板，很好，大腿可以的话再往上推，好，再慢慢把你的左手往前延伸，找到平衡，找到你核心的力量，很好，吸气的时候，让你的手指尖、脚趾尖都朝前后远远的送力量出去，吐气的时候把力量拉回来。手肘找膝盖，把背向上推，让你的膝盖跟手肘可以再收向身体多一点。吸气的时候前后延伸，又回到一张板子，很好，收紧肚子哦。吐气，手肘找膝盖，把背再向上推，肚子往内收紧。最后一个吸气，前后延伸，很好。吐气，收膝盖到胸口。再一个吸气，我们回到地板，很好，好，来，我们手再甩甩，很好，好哦，好，再一次回到我们的桌式，好，这次放松一下我们刚刚的肚子啊，所以吸气的时候，把你的肚子完全放松，往下沉，翘屁股，对，好，眼睛看上方，肩胛骨集中。当你要吐气的时候，耻骨往肚脐的方向卷，屁股肌肉往前推，背推向天空，让肩胛骨完全打开，气慢慢吐光。再一次哦，吸气，肚子沉，很好，吐气，肚子收，眼睛看肚脐。好，最后一次哦，吸气。肚子往下沉，向地板。很好，肩膀让它往后，往地板，往屁股的方向推。好，吐气的时候，把肚子往内收，背推向天空。好，停在这里一下下哦。你会发现，当你肚子吐气的时候，肚子往内收，耻骨就是一样往肚脐的方向卷了，对吗？肩胛骨推开。所以这个地方就是我们核心要卷在一起的地方。好，所以很多核心的力量，手撑地板的时候会需要这个动作，但是我们又需要把脊椎延伸，所以在这里的时候，我们的脊椎是弯曲的，所以收紧肚子，哦，把耻骨持续上提，但是把脊椎拉直。对，很好。所以你的肚子核心还在，只是你的脊椎拉直了。好，然后我们这里放松，再次哦，收好肚子，脊椎拉直，很好，好，然后这次我们试试看，